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八主播开到几点？我不知道啊，也许有一点声音，我就开到十二点啊，一直到200名为止哦。会不会下一季我们真的没有前两百啊？然后麦克风又刚好回来，干，会不会有这种巧合啊？不可能吧，你娘嘞！到时候被按在地上摩擦怎么办？二当家带你们赢，呛干爹没有啦？怎么敢？这台不可能呛干爹哦！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够尊重，对不起。龙游浅滩被瞎弄啊，虎落全羊被犬欺，没关系，你们现在就继续大声。到12:12，我搞不好第一名了，你们也不知道，你们就继续贱，到时候我第一名就不要当哑巴。我继续梦，哦，小手拍一拍呀，哒哒哒哒哒，老天爱笨小孩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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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继续盖不到，嘿。篮板球是我的，哎，你倒是护羊啊，你干嘛？还好吗，进了。不要再他妈的举手了！哎，我觉得池上加速 buff 有感呢，很有感呢。我觉得我现在什么东西好像都跟得到的感觉，还是我的错觉？感觉真的有变快，快蛮多的。雨好大哦，不是有台风吗？雨大是正常的啊。那、啊、我的，小雨的330赞啊！我记得之前主播为了巅峰前200还放鸟过小许，这次既然不太想拼，哪有？都是最想拼的哦，最想哦，最想最想。我是最想的，手上你到底是怎样啊？你故意的哦，你要演我哦。不会经过台湾，不代表不会因此而下雨啊，都是会下点雨的哦。咪咪咪咪咪。我还要赢8分才重点，我还慢慢想到这事情。但你俩，我只要赢8分，到底啥小？换防，我受不了了。Fuck you！
我勒瓦新基斗。哦，我真正是，你娘就不会守，你他妈就滚去踩那个就好了。到底想怎样啊？不换了，不换了！这个人他妈跟智障一样。哎呀，连续补三个，以前是在玩什么飞机呀？你倒是引去捡啊，老哥！这引到底是弄去哪里了？哦，你有大吧？看你娘，不要扩大、欸！已经很痛苦了，能不能不要扣大、啊，老哥？你到底在扣什么大、啊？我好燥啊！我怎么那么贱呢、啊？巅峰前200有什么用啊？赚得有我这几天解任务的多吗？哦，到底在扣什么大绝啦？超北蓝的耶，要开了没啊，老哥？怎么那么贱啊你？你这个到底是怎样啊？我这把已经一个两个三个了，我已经达成任务了，你他妈被你见到输欸。欸，我已经玩的妈的，真是贱欸。